出，不是那个出吧？对，是我这个才不是那个出。喂喂喂喂，哎，这你们都有装，不是，是这个出才对。他发音是初恋的初，初恋，不是不是初恋，对，是初恋的初，初恋的初，正确答案是最初的恋，不是初恋的初，我搞错了，不是啦，是那个吧？不是哦，那个。下面题，请出题。注音题。哎，我唱。那哎，要写下来。你西一谁的歌啊？可以提示一下吗？谁呀？我们知道。哦哦。都写了。可以提示一下那个谁的歌吗？我提示不行，提示就出来了。不能。不能提示，但他唱腔是这种，很久不见的，不能啊，真的不能提示，一提示你就知道是哪一首歌。哦，要写歌名吗？要歌名，歌名，歌名，歌名吗？对，不能写歌丑，要写歌名。时间，我们的提示非常明显，不能哇，这个我不能提示。好，请这样排，一二三。屋顶，还要有提示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熄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气要不要？春意浓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。在这首歌唱完的同时，有人拼完了，拼完了，加人数了，加到齐了，到齐了。哎，这边还是差一个，差一个现爷爷，我们是一样的，一样的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就没有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加分的效果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我都唱给你听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傻逼奴一定会的，你朋友嘛。你不再为我浓妆艳抹，强装镇定的笑容，来成为你发高所有头痛。我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梗啊，要写歌名才是。歌名，看到你心里的笑容，甜得像一巴掌刺痛。来喽，不要不要拦我，不要不要拦我，反正爱的不是我。最后一句，二，追，不要不要来，亮他，不要不要追，追出，不是那个出吧？对，是我这个才对，不是那个出。喂喂喂喂，哎，这你们都有装，不是，是这个出才对，他发音是初恋的初，初恋，不是不是，初恋，对，是初恋的初，初恋的初，正确答案是最初的恋，不是初，是我这个初，我搞错了，不是啦，是那个。这个是这个是我没有访问过他，我还问他这个歌怎么样，可以说吗？出没错没错没错，不是你那个最初的恋人是初，是那个金素梅唱的，对，所以他不能用嘛，他才会在最后最初的恋人。他本来就是写说他是他教过最初里面最初的，没有，他故意用谐音啦，谐音多嘛，哭啦，没错的。好了，那答对的来抽一下，抽一下，好来，哇，这没有，这都是错字错字错字，初恋的初是不对的啊，现哇有没有出出出有够出。抽到一样，好，谢奶奶，有了，好，啊，哦，这边有人完成了，完成，完成，哇 ，bingo 了 ，bingo 了 ，bingo， 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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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第一队完成呢，他们这边哦也抽中了，对对对，啊，这没有抽了哦。